你同你背后班人究竟要点先可以收手？我正式启动紧急应变机制，应该好清楚，香港警队是永远不同恐怖分子台。警队不可以俾任何人打乱我哋优良嘅接班部署。李家俊都系其次，佢后边一定仲有人。佢唔止想对付刘杰辉唔简单。刘杰辉，一个现任处长不正当使用职权。而家嘅香港警队唔轮到你话事。如果刘杰辉可以继续做你哋阿头嘅，我就唔要李文斌。我只有最后一个 advice， stop and get out。点解咁多人想对付你？